放心啦，飞飞去注射医生，喺方面都出名，一定冇事。公司有啲紧要事，我哋休息。今日唔该晒，好好休息下，有咩出事打俾我。 Sorry，你早啲揾到菲菲，佢就冇事。一路都系我逼佢做嘅，唔关你事。虽然阿 Cat 死咗，但阿 Cat 有对菲菲嘅片系杨俊生俾你，咁都可以证明杨俊雄就系绑架菲菲嘅主谋。我通缉紧佢。 医生点啊？佢冇生命危险啊！病人虽然昏迷咗，但系唔代表佢对身边嘅人同事冇反应。头先可能听到你所讲嘅嘢，受咗刺激，引致心律不正，心脏忽然停止。好彩而家冇事。不过你哋唔好再刺激佢啦。知你意思。咁我哋可唔可以入去睇佢？ 一单生意，我哋至少可以赚100亿。呢个梁希，原来喺图文乐心入边咁值钱，睇嚟要好利用。搵多啲人，同佢扫晒你文呢货。系嘅，杨生。估唔到图文乐为咗你会咁做。 佢想一石二鸟啫，又开拉拢梁希，仲可以乘机洗钱。但系咁做，点都会输钱，仲要输好多添。佢唔系个会做蚀本生意嘅人，法师又法师平止钱，佢一定会人趁平扫货。就算系赚埋都唔够蚀啦，我估佢背后一定仲有计划。咩计划都好啦。 我净系唔想我身边人再有事，我都唔想你有事，所以同你一齐嘅时候一定要小心啲。我会。Mr. Womanoff， 我已经喺 BVI 注册咗另一间公司，你随时可以将资金存入去，记录上会系我同你融资嘅借贷，用嚟搞私有化。 到我还钱俾你嗰阵，你嘅钱就已经洗白。Good， I can always count on you。 另外，今次嘅交易，金夫人唔需要知道。你真系有线报图文乐只私有化洗黑钱？冇错，除咗用离岸公司去操作之外，佢系用大量嘅人头喺市场度。 派货同埋扫货，就算揾证监帮手抄间离岸公司出嚟抄都嚟过咗骨啦。佢哋揾人头一定有灯头，抄个灯头出嚟。Yes sir。
你知唔知道我哋公司有個同事喺度做緊咩啊？我哋次次都食飽嘅，今次跟到阿登頭揾食，仲飽啊！咩？個登頭叫大輝，佢吹晒雞㗎啦，就話只要你有成人身份證，唔理係工定乸，簽個名就有錢收。佢好似你要揾人喎，喺邊揾到佢？冇玩啦，阿 Sir， 你成浸差好除，大輝個鼻好靚噶。咁佢聞唔到你仲善人除啊？我係善人，我外賣仔嚟噶。嗱，連埋上次嗰單啊！冇問題，睇完菲菲之後，我即刻去。咁轉頭帶你換套衫。好啊。菲菲，有冇啲？琴晚開始唔使再戴氧氣罩。醫生同佢吹嗰啲手腳冇反應。咁醫生有冇話會有轉機？醫生話唔樂觀，所以再吹多次。你兩個又嚟啊！成日喺度借我過橋拍拖，咪篤飽啊，飛哥！你仲識講笑 ？OK 啊，但係隔離嗰個咁嘅面口唔受溝喎，做咩啫？我仲生勾勾噶。你識唔識霍金啊？一張輪椅，一個紅外線設備，有咩做唔到啊？勁過曬你添啊！菲菲，多謝你。點解多謝我啊？你咪以為我掉翻轉頭安慰你啊？多謝咧，要有啲誠意啊！食翻啖先啊！講笑咋，係嘛？你咪拍拖啦，你瞓覺好眼瞓啊！嗱，我瞓㗎啦，唔理你啦，係咁啦，拜拜。叫你錫就錫，都唔關你事。如果你心情唔 OK 嘅，可以叫阿敏去喎。唔使啊 ，OK 啊。你去邊個間房咯？你係講緊好後生，生得靚靚仔仔，但係攤咗個 fashion 啊？我翻夜間，聽到間房有聲，然後佢喺度喊緊。你而家睇紧 TVB USA 官方频道，唔想错过更多精彩片段，就快啲 subscribe 啦！